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玲，我来自吉隆坡。我本身呢，从小呢就是一个属于先天性的心脏有孔的一个患者，所以呢，我就是跟营养界的不解之缘。那么呢，很荣幸的我认识了营养免疫学，通过这营养免疫学呢，让我去改善我身体的一个体质。那么呢，我也在一环球里面，我也使用了它很多的产品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的寿命呢，医生告诉我大概只是可以活到28岁到30岁左右而已，但是经过营养免疫学食品呢，我使用的它让我的生命延长了、延续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营养免疫学这个食品呢，真的是帮助到很多人。那这么棒的一个产品呢，从我身上都能够看到一个健康。那营养免疫学食品呢，你们一定要爱用，尤其是呢，协奏曲、Soy Cream、Rosy Time 这三个呢，还有 Immunity 这三个产品呢，是我的最爱。而且呢，也是帮到我是最多的。那今天呢，很开心与你们分享我的小小的故事，谢谢。